我是汽车销售业务、哦、业务员、哦、对。那这一款呢？这一款是我们的轿跑车。我说这女的、这一款在这真正成名的是这张照片，请看、哎、我又在想啦。对啊，我这张我看过哎。对啊，正脸高挑高挑、哦、这个风情万种，这不能哎呦摸头发哦，讲到风情万种不自然、啊、头是故乡哎呦，看左边哇哎呦呦呦，身材哦，这感觉感觉很会照顾人的，哇！穿裸色鞋厉害、啊，这样腿看起来更长。裸高跟，哎呦，颤抖颤抖，哇，颤抖，厉害厉害。嗯，哎呦，淤青也有淤青，这个木哦。嗨，你好，哎，欢迎富富富富德智富富，厉害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富富富富。那我身高163公分，47公斤。OK， 嗯，您的星座是？双子座。哎呦，双子座是不是传说中真的有两种个性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两种个性，真的假的？但就是比较黑暗的那一部分，或者是比较光明的那一部分。可是我们只有黑暗那一部分，没什么光明面。OK， 那你是哎，你什么血型 ？A 型。哦，如果说双子座在 A B 型，那不是很恐怖？对，有些人讲说这样会比较，可能想法比较多。对，跳，对，四种，对对对，很多变的个性。听他这样讲完以后，你觉得他什么？好难猜哦，他声音职业对很好听哎，你声音很女人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就是一般上班的时候都比较男性啦。哦哦哟，上班比较男性，男性哎呦，上班这个是线索，请看，他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笑死吗？那个哦，你对，我是汽车销售业务，业务员对。哦，下一张卖韩国车，哦哟哦对，哎，这款车我还蛮喜欢的，刚刚这一款。哦，不过那款因为它怎么样，已经都卖完了，不卖了。对对对，停产了吗？停产了，停产了。对啊，那这一款呢？这一款是我们的轿跑车。我说这女的，这一款在这。OK， 请问一下，你做这个多久了？4年了。女生呢？女生一般是我们都知道，女生对车子，不是像男生这么讲究。嗯，那你要开始去卖车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？对，是不是要受训进入障碍？对，公司其实都有安排受训的课程。那因为其实女生真的是对车子比较没有这么熟悉啦，再加上其实我本身是幼保系的，其实对，完全不相，对，完全不相关的。对。可是你这样子的话，如果去买车，你是幼保系，你就会多一份。讲法就我是幼保系，我跟你讲，这宝宝坐这个车，我给你正点，他好开心死。对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家庭的客人算蛮多的。嗯，对啊，就是跟爸爸妈妈比较有话题可以聊。对，比较有人买。女的 sales 吃香还是男的？一般大家都会误解，就是觉得女生就是吃香。嗯，就可能客人进来的时候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”然后介绍车，对对，就是中间的过程都会被省略掉。嗯，但其实。不完全是这样子，其实我也是来车界之后，对车子的相关知识做了很大的功课。嗯，对啊，就是必须要去分析客人的需求，然后介绍比较仔细一点，然后再挑选适合的。嗯，对啊，而且不能放弃客人。对，就是他这次没买，你要持续跟他联络。对，我们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客人。像我，前几天才成交一个3年之前的客人。啊有，对，就是一直讯息关系，然后拨电话。你好像狼群哦，追你追了3年了，摆脱不掉哎。所以才会说个性比较男生啊。他关心你还是你关心他3年？我关心他，他也关心我啦。我们都会互相嘛，对啊，那就成了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。那你就是入行多久？成交第一台车，3个礼拜。哎呦，快，对，快不到一个月，因为这个算快吗？算还可以啦。他请你喝什么？喝高粱。对，他很热心，因为他们是住在海线的，就是台中沙鹿那边的。对，除了他来到我们营业所来看车，那其实他很确定就是要这台车了。不过因为一刚开始我对于优惠的部分没有很熟悉，所以可能报的价格有点误会。对对对，那客人其实就报了 double。没有 double 啦，少一点点这样，对啊，那他就其实一刚开始就想说，那就再等下个月的优惠，或者是下一次这样，那他就开车跟他太太就离开了，就是回到家里去。那其实他前脚刚离开不久，我就立刻又拨电话给他，就想说，哎，算一算，对啊，算一算好像没有差很多，就拨电话给客人说，那我们就去家里面再
拜访一次。哦，这样对对对，到家里拜访谁？嗯，就是显示一个人情味的、啊，对啊。那其实对方夫妻都很开心。长这样的登门拜访，太太太太开心，太太北宋，太太北宋。其实太太很喜欢我，而且小朋友就是都会说，就是姐姐姐姐这样子。小朋友这样结果对对对，我们就讲不讲话妈妈。那我们就到了现场之后，就再稍微聊一下天，然后。他们也有切个水果让我们吃啊，就是邀请我们切水果，然后你还叫富胖达，然后他就送那个时候还没有富胖达，不然一定叫他。然后呢？对啊，那我们就之后价格就还算不错，那就签约了。啊，客人也很开心，因为他是喜欢品酒的客人，他其实是高粱酒都拿出来了，瓶盖都已经打开了。对啊，然后就说哎来喝这样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就喝成交，对，喝成交，喝成交。那因为其实我们是开车过去的，所以就婉拒了他的好意这样。对啊，对。不过你真正成名。是这张照片，请看。啊，又在想啦，对啊，我这个我看过哎，对啊，正脸啊，哇，超长，跟我们拍的开箱差好多。你怎么会想要拍一个这个？现在全世界这是一个风潮，对啊。那那一天其实我们就跟几个同事在讨论说，我们要不要也跟着这个风潮来玩一下。其实一刚开始只是觉得很好玩，嗯，对啊，就东西摆一摆，人就躺上去的。结果没想到，嗯，有我们自己的轰动。对，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有去分享它，那也有一些媒体啊，对，媒体有报道，车界的前辈，对对对，所以勾起了全台想买 Kia 车的那个风潮，超多人想买那个位置，对，就是想就想早点而已。那这个出来的话，有对你有怎么样影响？媒体的效应真的很大，我在短短两个礼拜，我的粉丝人数增加了5000个。哇塞，对，很多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平常比较少在经营。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是这样，对，工作其实比较忙碌一些。像我之前的客人就会特别回来说，哎，我可以跟夫妇拍照吗？那我们可不可以躺在一样的位置这样子？就开玩笑这样子，对啊。